大家好，我是大米。今天我们做街头炒面。面条盛出以后，过凉水，然后控干水分。喜欢吃辣的话，可以放点干红辣椒或者小米辣。如果你不喜欢吃生蒜的味道的话，可以早一些放，把蒜炒熟，或者不放蒜。我们的面就做好了，喜欢的话就试试吧。感谢您的观看，下次再见。